如果说牛奶什么都给他准备好的话，我是不怕。这么慢慢不是被夸文呢？也是要看杯狗的。上次拿油饭去，他看到那个照片有没有？一直讲，哎，有像你爸，有像你爸。哦，哦，哦，哟，来个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哎呀，很高兴。他坐着的时候也很可爱。